dan cuando por qué va luego cuando yo cuando ya va la ley de con día 工作他都不管，平时工作他都不管，辛苦的到处他干去吧，退休啊，关系啊，到处去吧，哪一个工作不好嘞？我也工资办几个月工资，好几个月的工资，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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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然后工作感觉也不错，但是不是工作感觉我也是很开心的，因为我们早上一般六点钟就出来了，就是从那晚上要去，就是那个，那时候因为全天每天都像你说的，天天难忘。 那如果是在冬天的话，那就是那个水比较少，那个水少。那这个，那你说这个工作有啷子就是对身体危害的一些？有啊，就是近下面啊，它那个湿气特别重，对身体是影响特别大。哦，风湿就是累了嘛。那。 喜欢这个干工作不嘞？不发了。那个也不是，反正都是被逼的了嘛，没得办法嘛，必须得干嘛，他身体。那个身体。你不要看我镜头，把你照的先走。 一个月在干这个木工多少钱啊？4000多。4000多，然后干这个行业多少年了？三四多年了就是。有3至4年，来这个工地多久了？干这个木工。半年多。半年多，一个月工资4000多，那这个钱是酒家还是打麻将啊？ 像我们这个，他这个机会，那当爸的人不要，那还有个小孩要你去哈。
哦，供娃娃读书。那明天几点钟来上班嘞？早上7点钟左右。几点钟下班？到中午12点钟去出去。下午嘞？下午是7点。12个小时。中午休息2个小时，两个钟就上班了。那7点钟下班了，回来养个活没得？养活子那个吃了饭了都，可以冲凉了都冲凉了。该洗澡，洗澡。哦，一直都回来就洗澡睡觉。哎，是啊，洗澡过不了，可以玩电视玩电视，可以打麻将去玩嘛，又去玩了。那干那个木工，你觉得这个木工对身体危害没得？这个在目前说呢，没有那危害。很健康。嗯。就是太锻炼体力。就是一个人。我干子现在就把眼睛护了，就戴个眼镜，把眼睛护上。保护下眼睛。哦，那每天就是在工地上就是帮做，主要是干哪类活呢？这个满子需要都干干。门窗都做。赚好多钱、啊？一个月4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一天上班的话就是早上8点钟嘛，到中午12点上班，下班以后到下午2点上班，下午晚上6点钟下班，工作时间都是这样的。那个4000多块钱的话，还平时还有花费，就是说俺们家一天的，俺们家娱乐一下。做地主啊，打麻将啊，这些你得都是输的，你得让赢的。哎，这剩一点钱嘛，带回家去，老婆用点，还小孩，还家里面老的，父母用一点了嘛。这一个月的钱你不够花，你看那么辛苦。为了选择工作啊？就是为了小孩多读点书，就像我这样嘛，我这样打工的。也没得那意义嘛，我也希望我的小孩以后也不像我这样上班嘛，特别了嘛，上这个班是吧？也希望他多读点书以后，他自己
后来你就创业了。就是你选择这个工作，就是多赚点钱了嘛，哎，让小孩生活好一点了。对对对，可以让父母过好一点嘛，挣不钱嘛，是吧？你会不会想家头人呢？想，就是说忙的时候嘛，大概就两三个月回去一次嘛，或者不忙的话，一个月回去两次至三次左右嘛。哎，因为家里面有小孩，有老婆，有父母，哎，都很想来这里上班，都很想来。我就是把这个片子来你老大家注意都给你做好了洗好完美对把菜抬出来就是串抬起来泡汤菜抬到这桌上你们得被洗好了吧后面哎哥哥搞饭了你们正常聊天可以摆哦好吃不？不好吃啊。但是要把吃饱，吃饱了才叫我干了去喝啊。好像是擂鼓一样的。没办法嘛，找人去把就行。他叫过你，他就没。近些年，国内许多城市建设热火朝天，大部分工人就像候鸟一样，从这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的工地，忍受着巨大劳动强度和艰苦的工作环境，用辛勤的汗水为城市搭建出美好的家园。他们衣着普通，打点着简单的行李，带着父母亲的嘱托，带着妻儿的期盼离开了家乡，又开始了新的一年紧张繁忙而又辛苦的工作。